这个空间点。外星人金秀贤首次接受中国媒体深度专访。在成名之前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？很有名的。男神成功的背后是女神常伴左右，还是不为人知的付出？사실이게어떻게우는지에대해서연습을하시는건아니죠。裴勇俊华丽转身，他如何从演员成为老板？你是怎么挖掘出这些后辈的优秀演员的？그영업상비밀입니다。金秀贤向裴勇俊发出挑战，谁是最后的赢家？江苏卫视 vivo 智能手机带你看星星，4月25日晚22点播出。